是小草运动联署人呐、啊，啊，这哦是促销拆除古迹的同意书，你哦，到底咱地方底家签名啊？签名。对，咱以后哦，啊，你个卡一杯，我唱歌跳舞的吼。咱个大哥哥，你那是签名哦，我天天陪你跳舞。对，签对。加。嗯。是要搞袂哈？这手机的导航若是无晓得，伊讲哦，对这条路搁行入去，差不多一公里就到啊啦。行这款路哦，好像足恐怖的呢。哎呀，行，紧啊！聊完啦，我也走去啦，太紧的啦，一刀落去死啦。这什么情形啊？那有人在叫喊。这是刚刚哪声呢？咦，敢是火台哈？啊，怎么了哈？我想报警啦！报警！干了的啊！快走！没走没？快走！没走！懂了。高冠达啦，陈子玲，想到今天来催我呢。啊，我小丽啊，波台波机，只好做电灯泡啊。高冠啊，你是不是搞假惺惺？啊，边个波台是不会讲一声？我呀！哎，你那是六哥，不是六林啊？哥。冠达，你实在有够憨蛮的呢，连一只鸡你都抓袂住哦。你搞想要讲你跑山地吼？我看山地一卡就甲你斩落山啦。所以恁是准备要杀鸡？唔对啦，我本来负责杀鸡啊，啊不过我就无啥人抓鸡，就继续去啊。子立，小丽，你情况没？这小米酒应该给酿造的啦，甜甜就好落，就好啉的呢。来，周伟丽，来，干杯！给恁一罐绿薯酒。高宽达，山顶生活真正足趣味的呢，无怪你无想要转去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就留落来。拄好啦，因为五年级要到啊，到时哦，你就留咧就好耍诶。啥物是五年级啊？就是祖灵祭啦。一般哦，古拜拢是为了要祭拜已经过身的祖先，啊，有时阵哦，古拜是为了要进行家族成员的灵丁啊。啊，就是外人啊，只要完成这仪式啊，就能正式变作这家族的一份子。
就是后盖讲啦，就是我过去女朋友宝宝啊，伊是部落公主嘛，伊要嫁人啊，因就特别为了伊未来红婿哦，举办这边的祝灵祭。啊，这两位啦，宝宝哥哥啦，就特别邀请我来到老的节，对哦。安尼哦，高官大家够害了呢，手机也不爱接，啊，边个无代志嘛，不爱讲一声。大家欢乐死啊！就是故意让人绑架，是让人杀人灭口呢。哦，陈子玲，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我是因为大家跟因早出晚归，来这世外桃源哦，算较伤欢喜啊。啊，加上家训啊无啥好啊，所以才不该联络啊。哎，我陈子玲啊，嘛是因为安尼，伊才会专工来找我，伊才会关心我，要紧我，我现在就欢喜呢。哎。像关心你要紧你啊，我无什么来好不？是你传简讯给我啊！啊，真正算我衰啦，交你这款朋友，我就交你四界留情诶，互人追杀。哎，哦，高冠达，你真正死想干，够！哎哎哎，进来进来，哎，手下留情，哎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！我来，手下留情，林静林静，好好，来来来，留留留。冠大哥，我已经联络到议员啦，啊，我今麦阁要赶转去无言冠廷哥选举的代志，议员讲叫你跟我做伙转啊。无用的啦，我是专工来参加伊的主灵祭呢。小弟啊，你就跟我妈讲啦，讲我继续留在这读去家。哦，哦，啊无，子玲，咱先来转啊。哦，好啊。哎，陈子玲，你慢点，着急要走啦。哎，你都已经来到这世外桃源了呢，因乃当陆宝山却空手而回，你应该继续留在家，四界行行看看，好好享受美食美景，好好放轻松一下啊！哎，阿姑啦，你当顺便参加伊的婚礼呢，是原住民婚礼哦。你以后要替人客筹备婚礼，伊就赶济灵感啊！你当看婚礼呢？哎，好啊。我的下晡拢请假，明仔载可以周末，那呢，我就留来看伊的婚礼啊 ！Yes， 耶！哎，高林，高林。我今麦总算知影，先做你不爱光阴当去台吧，因为伫遮白素是伫人间仙境。我带伊来遮。你这人特别有我的心情啊！哎，习惯哦，是惊真恐怖的代志。咱明明有生活，得到无就喘气，啊，不过还是习惯。然后就逐工做吧，想讲总有一天会当真漂泊，把所有一切拢放下，去追求该想要过的生活。啊，我最后结果还是特别起勇气。放袂落烦恼，就安尼一天过一天。即马真侪人拢安尼啊，把梦想放到过期。哎，子玲，你敢知影？我来遮以后啊，我看了山顶的朋友啊，因拢用家己上轻松、上自在的方式来过日子，因的面哦，永远快乐笑容的。我才知影，原来哦，咱是咧度生活。不是在过生活，所以我就决定，我要开始改变，我把较早愿望一项一项来实现。什么愿望啊？讲来听看卖啊！我第一愿望哦，就是我要在这买一块地，我要开一间民宿。在这开民宿？嗯。我要过啊，侪人来这哦，准备心情啊。陈子丽。你看，伊拄只笑容有偌水嘞！你拢唔知影，以前迄个开朗少女陈子玲，已经真久无安尼笑啊。这个所在哦，有这种魔力啦，这就是人间的伊甸园，会当让人家所有烦恼拢放袂记。所以讲，我袂再开民宿啊，我袂在遮饲牛、饲牛。饲鸡、饲猪，我家己种菜，我要让大家所有人哦，拢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快乐。
虽然讲你即马是水公公娘，啊，不过我又开始期待民宿去无一工。哎，我支持你的想法，希望你来赶紧实现你愿望。江西了，哎，真是你，男人有老来，也不要紧张啊。你对咱顺顺啊，了解一下环境啊，替我出一下意见嘛。你真正无拍算赶紧回去，甲青叶做一个结束。你是讲善后？不是，我讲的是要怎实际，要怎弥补。我知道你每时的感情，你是用真心起来，啊，不过等你无爱啊，你是用真粗残的方式切断感情。你敢知影安尼结束，会有对方真大的痛苦？所以我希望你赶紧回去，并且挽回这失恋。你该安怎做，我会好想清楚。哎，好了，别讲这啦。陈志玲，你敢想要听我第二晚梦是啥？是啥？陈志玲。你听清楚，我第二晚梦就是哦。哎，高官长，你讲话就讲话，你卡你手来手去是要创啥？我的卡。是啊。我卡无在创啥？这上的呢。啊。金明树讨厌你，我那是我死哦，这我梦我一定要死开。应该是有心啊。毛主席，郭董若不听我的话，我得用这只来对付你，可以大威坐袂落去，我太难来坐。我要哭嘞，求伊有着囡仔返来我的身躯边。我今麦真正感觉足幸福，过了一光年后悔。你那是谁的？是不是高冠达的？你莫管啊！师傅，你放下！你放下！你放下！师傅，你放下！你让你强制拆除，你几句违反了？你知影无？金倩倩，这个证马上拿出你掉。这块土地啊，过去哦有多人做生意，这个客户还没到期的哦。保护母亲，维护文化。我看这根本就是在暗中的，你是哪块地方的？老公，哎，这上爷呀。
情，啊，浪子倔强的心，甲人思念怨情，害伊为我夜夜来伤心。